第二讲，定时。定时呢，是因为我们说脚是最重要的嘛，所以双方一上来呢，都在脚上呢展开啊，也可以说很激烈的战斗吧。那么脚上的战斗呢，几千年的研究下来呢，啊，感到很多这个下法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那么这些下法呢就被称为定时。那么定时呢，我们这样程度的学习定时呢，我看首先先学习定时怎样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，那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帮助我们啊对下棋的这个考虑方法。因为我们很多初学者下棋没有其他目的，就想把对方杀死，这是一个很极端的错误的那个想法。那应该说下棋双方都在下，你一个我一个，那么心平气和的来讲呢，你只要不吃亏也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，通过定时的这个双方的这个瓜分啊，知道怎样叫双方不吃亏的。比如黑棋走心，白棋小飞挂，黑棋这样的应，这是一种叫单关，也就是一间高高跳了，我们叫单关。这样的应呢，就是向边上的发展，向中央的发展都比较好的。黑棋走这个啊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这个脚站住。现在这步对白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这两个子所围的地域大概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做两个眼的，所以这步拆二呢，使这三个子连在一起，控制了那么多的地，这些地一般来说做两个眼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步棋是安定这两个子的，又能取地又能安定这两个子，所以这是一步绝对重要的。那么下面黑棋当然可以走这个或者走这个，那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下法。那么或许有人说了啊，黑棋才围这么一点啊，白棋围这么一点，黑棋围那么多，这黑棋白棋怎么能接受啊？那我们要知道，黑棋这里画了四步棋，白棋才有三手棋，那黑棋比白棋围得多，那是应该如此了。假如四个子跟三个子围的地是一样的话，那四个子就一个子完全没有作用了。而另外黑棋是先站脚的，白棋来挂脚的，然后考虑这个因素，也应该说是黑棋稍微便宜一点的啊，所以这样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也就是说黑棋为这边，白棋为这边，黑棋花的手数多，白棋投入的兵力少，双方围的地不一样大小啊。我们还可以说，由于这三个黑子啊下面围了这么的根据地，另外黑棋还有机会走这个，也有机会走这个，这两步只要走到一步，那么他控制的地域呢做两个原石绰绰有余的。也就是说这一个拆二啊对白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个拆呢对黑棋来说不是太重要的事情，所以黑棋也可以不下。那么这三个黑子跟这三个白子围的地大概也差不多，那么黑棋可以去占其他的要点。你有空走这个当然也是一步围地的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了，但你也可以不走，因为这跟死活关系不大，不像这步棋对这两个子的死活是很重要的。
啊，黑棋先走这个小三四，白棋挂角，黑棋一见架，白棋飞，黑棋冲，那白棋肯定要打，因为我们在很早以前讲过连跟断，这步棋怎么能给黑棋走到呢？这一走到这的作战，白棋可以说全军覆没了，所以白棋肯定打。那么黑棋既然冲了，那么这一步断是绝对要下的。白棋打一个啊，既然断上去了，他肯定要藏的。黑棋藏了以后，白棋补这个断点。黑棋假如简单的话，把这个子杀掉，那么白棋把这个黑子怎么样也杀掉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定式，就是通过一次战斗还是各为各的，黑棋为这一点主要向这儿发展，白棋为这一点主要向上面发展。那么这一步棋黑棋跳下去为这么一个大角，白棋飞过来他抢这个角，这步棋是非常大的一步棋。但是呢，因为跟死活的关系不是太大，白棋飞了这个，这是个黑子，这几个黑子啊还是很容易活的。黑棋走了这个，这几个白子怎么样同样也不容易死，所以这虽然很大，但是紧迫性比较差一点，所以这个也可以下也可以放着不下，留着以后再争。那么这样的定式也是各分一半，跟刚才黑棋的这个下法，你拿上面白棋拿这个，现在的黑棋拿这个白棋拿上面，那么这都是一人一半的这个瓜分。好，现在白棋高挂，黑棋拖一个，那么把这个角围下来，白棋走这个，那么黑棋这一步肯定要走，不然给白棋拐下去，这黑棋也可以说全军覆没。白棋把这个围住，白棋打一个，那么这个子绝对不能死的，一定要藏。白棋这步棋是很重要的一步棋，那这步棋什么作用呢？他走这个可以把这两个杀死，这一段怎么样可以把这两个黑子杀死，假如走这个呢，就是把所有的兵力想杀死这两个，那么人家一逃命呢，这两个不能杀了，所以这步棋比这步好得多。那么现在黑棋怎么办呢？黑棋当然先逃这个，那么他不仅仅是逃命了，因为白棋现在来不及断，假如断的话，黑棋可以这样打。那么我们学过杀棋的基本方法，这叫争子，这下白棋全死了，所以白棋没空断，把这个断点补了。那么现在黑棋把这个头抬起来打一下，现在这两个子不会死了，黑棋断啊，白棋断，黑棋提，白棋逃出来，黑棋断打，这是很厉害的。白棋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去提他，假如这个提他给黑棋一走这个，白棋全死了，所以呢白棋还得拐出去，黑棋把这个提了，白棋把这个提了，那么双方通过一场恶战，还是黑棋拿这一半，白棋拿那一半，这也是一人一半的分割，这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那么定式里面，所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拿一半，是吧？你拿你的，我拿我的，大家围的地对外的影响都差不多，这是一种风格。
二种风格。黑棋这二进高加，白棋点三三，黑棋挡住，白棋连起来。黑棋这步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加强自己，还能把白棋冲断了。那么黑棋走了这步，白棋走这个呢，主要想把这两个怎么样分开来。那么现在黑棋冲下，白棋挡，黑就断一个。那么或许有人问，这不送死吗？但这送死还是有用的，断一个打掉，把它搬走。那么白棋也搬出来，他拼死也要把黑棋怎么样分开。那么现在黑棋断，白棋长，黑棋这波打是非常好的棋，白棋不能提它，假如提它的话，打一个连起来，正子全死了。所以呢，在白棋啊，这能走的。那么现在黑棋再连上，那么现在这四个子跟这两个子对杀了，怎么杀呢？这第一个感觉是走这个，那么假如是这样走呢，黑棋一架好棋，白棋正能走这个，白棋再一打啊，黑棋一打，白棋提掉，那么这一二三四五连在一起没有断点的，把白棋全封起来，黑棋再走这个。那么这样呢，黑棋拿了啊，白棋拿这么一块地方，黑棋把它全封起来，而且呢这几个一个断点也没有。那么这样呢，黑棋稍微便宜的。所以呢，白棋这步是比较好的棋。假如你要把这我这个出口封起来走这个，白棋连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那么这样呢就多出现了一个断点，那么黑棋很可能再画一手棋去补它，这样呢白棋还可以忍受，就多了一个断点，那么这样呢黑棋也就不封它了，黑棋走这个。那么这样呢，也就是说白棋拿了地，黑棋呢拿了外面，那么这个外面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就是一个子可以拆二，两个子呢可以拆三，三个子呢可以拆四。那么现在那所谓三个子为什么能拆四呢，也就是说他对这的势力比较大。那么现在黑棋怎么样，这一排棋虽然有点断点，但是这一排棋怎么样，对下面这个影响很大，也就是说这是势力和白棋的地域互相，你拿势力我拿实地，这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。这样的势力呢，因为白棋的地不是很大，但是黑棋的势力呢也不是很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有断这有断，那么这个势力的判断呢，这是一个比较高深的学问啊，我们以后还会逐步逐步讲的。那么这个一个战斗呢，通过一个战斗，也就是形成了势力跟实地的风格，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啊。我们再看黑棋走这个，走在离开角很远的角高木，那么白棋下面挂角，黑棋这一飞把这个白棋罩起来，白棋拖，黑棋顶上，
白棋这个连上是肯定要连的，黑棋这个断，那么这呢是弃子，打一个要死多死一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这个打一下，白棋没办法在那连，黑棋再搬下去，白棋再能走这个，黑棋再打一个把它踢掉，黑棋再把这个断点连上或者糊一个，那么通过这个战斗呢，也就是黑棋拿四里，白棋拿四地，这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。那么或许有人问，这个白棋的地实在太小了，这么小的一个角，那白黑棋外面好像这四里看上去很大，的确如此。那我们计算一下呢，我们知道黑棋在这多了一个子，对吧，多花了一个子，另外呢这个没挡上，这还能给人吃掉，所以呢这个白棋是可以接受啊，这是四里跟四地的分割。黑棋这样一间高架，假如白棋突角，黑棋可以放弃这个角地走这个，那么这下冲下去怎么样，角要死，所以白棋不得不连，黑棋再把它压住，这个连起来，假如现在白棋走这个的话，黑棋再连，白棋跳出去，那么这白棋怎么样，又拿到实地。那我们刚才说了三个子可以拆四，现在五个子了，可以拆得更远了，那也这也是什么，也是四里跟实地的分割。那我们现在讲了两种分割，一种怎么样各为一半，一种怎么样就是你拿地我拿四。那么我们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的话呢，拿实地也可以拿现钱，拿外四的话呢可以说拿股票，到底将来值多少钱，你这股票到底能换多少钱，要看你的本事了。然后正常的话这个跟这个差不多，那么这个要真的要比这个实地啊，假如完全从高水平来说，可能是黑棋的效率比白棋效率更高一点点，那么要充分发挥这五个子的势力，这是需要技术的，假如没有技术的话，也就像股票在你的手里你不会炒，到最后一分钱也没有，甚至于给人家吃掉都可能。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作战思想，水平比较低的人呢，他就想我还是实惠拿现钱比较好，我不要炒股票，炒股票太危险。但是下围棋呢，你拿这个实地，你是八级七级水平，你是这点地方，那水平九段八段他也是这点地方，这个差别不会太大，但是这五个子在高手的眼里感到很有用处，对水平比较低的呢，就感到这五个子的用处远远不如实地来的实惠。那么这样怎么去解决呢？我认为作为初学者来说，更应该多走这种有风险的外事，那么你就要去应用这个外事，怎么应用这个外事的这个作用，来将来通过战斗把这个失去的这个地域呢，得到补偿补回来，那这需要用你的技术了。
那么你技术不高的话呢，肯定拿不回来的。那么你要去锻炼，通过锻炼逐步逐步认识这个视力是有用的，那么你的水平就高了。你假如回避，老是拿实地，不去拿这个，那么你的作战能力肯定越来越弱啊，这是我的想法啊。这个应该认为这两个，就是你拿这个实地，我拿这个视力呢，应该说双方差不多的，甚至于可以说围成这样五个没有断点的视力应该作用更大一点。因为应该说这还有第六个呢，因为这走这个白血非常不可，不长的话一冲就断掉了，所以六个字作用更大。那么定式里面第三个分野呢，就是第三个双方也可以接受的呢，比如这黑棋一箭低挂，白棋跳下去把这两个子怎么样分开，现在黑棋走这个，那么下一步大概要走这个包围了，那么白棋建一个，黑棋这拆一个，白棋看这个子暂时没有什么危险，马上这避过来，那么这样呢就形成战斗了啊。这个战斗这是一种战斗的定式，那么下面怎么下啊？可以有箭出来啊，可以压，那么这个下法就越来越多了，那么这是一种战斗的。那么喜欢战斗的呢往往上来就也不说你分一半我分一半，你拿外室我拿实地，一上来就大家扭住就干起来了，这也是一种下法啊，这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。一箭高挂，白棋飞出来，黑棋也飞，白棋凑脚，黑棋走这个，那我刚才说了这一点是不能让的，现在黑棋走这个，把这两个怎么样分开，那么白棋当然也走这个，把这两个怎么样也分开，那么现在黑棋是没有选择的断上去，那么这个就形成了双方断开，那么断开了以后这个大概不能死吧，这个死了就没有断开了，那么现在白棋走这个，那么黑棋通过威胁角来加强自己，这两个子白棋中，黑棋挡，白棋走这个，把这块棋怎么样补活了，那么这就是黑白棋怎么样拿一个小小的角，但是中间这两个子呢是没有根的，也就没有根据地的，就在中间漂浮，那么黑棋这两半，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战斗的定式，但这个战斗呢也就是这个角给白棋拿去了，黑棋的两面呢都不是很安定，但是它的安定性肯定比中间的好，那么这是完全安定了，这可以说完全不安定，这两面呢是局部的安定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战斗。小飞三点架，黑棋白棋飞，好，一上来就挑战，一断，现在这个是最危险，白棋长，那现在这个战斗当然这个黑棋是最危险的，所以黑棋也长，战斗了互相切断子都不能死的，那现在哪个最危险呢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两个白子最危险，
因为受到包围了。这个非取得根据地，同时波动可以取得根据地。假如现在可以去再有机会走这个可以去安定了，那这两个字太痛苦了。那么哎，他向下面去取得根据地，这步退出去比这步好得多，因为你走这步再走这个，这个脚会白起所有了，所以这步棋他肯定要退回去的。退回去以后，这样棋跑出来了，同时把这个黑棋怎么样分开了，那么这会不会给断掉呢？不会的。那他冲的时候白棋可以退再冲在挡上，那么这样呢又形成一个乱糟糟的战斗状态。白棋当然这个是先手了，是吧？白棋这个是先手，黑棋也活了，那么这个也不安定，还需要走一步，这两个也不安定，这虽然出来了，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安定了，这个是也不安定，那么现在又形成一个战斗的状态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战斗的下法，因为这个黑棋一冲断一上来就是黑棋可以这样走，那么黑棋取地，现在黑棋一上来就不妥协，一上来就冲断，形成一个战斗。那么我们在定式里面呢，一般来说可以有这个三种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分割吧，一种是各为一半，你为你的我为我的。第二种呢是一个取地一个取外室。第三种呢是双方都有没活的棋进行战斗。那么定式的下法是很多很多的，日本有位九段已经过世了，他编了一本叫围棋大字典，就专门讲定式的到底里面有多少变化啊？可能数也数不清楚，他花了好多年才编成功。那我们当然不需要把他的全部记住，也不可能全部记住，我们第一个就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双方可以接受的，第二个再去了解定式里面每一步棋它的作用，这两个基本的东西知道了以后呢，那么对一般的战斗你就能比较从容的去处理了。那么你真的掌握了比较好的这个几个原则呢，那么很多你不知道的定式你也可以相当准确的按照你的原则去处理，也能下得比较好。那我们这一讲呢主要就是讲怎样的分野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假如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双方各五个子，那么这没法接受，白棋没法接受。你看，黑棋又拿了地，又出了头，白棋什么东西也没拿到，这也不安定，这也不安定。所以这个下法根本不成立的，是吧？不可以接受的。那这里面肯定出问题了，哪个子下错了？肯定这里面没断，给人家这个连出来，这个棋就没法下。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一种这黑棋太便宜了，我们就要养成这样的，就双方哪些是可以接受的，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。我们这一讲的定式呢，就讲到这儿。
那么这讲的定式呢，我们主要是介绍定式里面每招棋这个战斗的意义。下心，白棋角度点三三，那么黑棋挡住，白棋冲出去，黑棋搬。那么现在这的战斗呢，就是说本来是黑棋站的角，白棋入侵了，而且很容易的把这个角拿下来了。那么黑棋得到什么呢？黑棋在这么多的子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白棋封起来，不准给白棋出去。那么白棋走失了，黑棋可以很简单的藏出去。白棋这再藏一个，那么现在我就看到很多人会下这个，那么这一步一下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一接，白棋这搬出去了，那么这的作战应该说黑棋失败，角又给抢掉了，头又给转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黑棋大概是没有选择的，一定在场，绝对不给白棋爬出去。白棋走这个，黑棋扳住，好，形成这样的结果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定式。现在这个白棋呢，是先手把这个黑角啊拿掉了，那么黑棋呢也得到他一定的回报，就是角给你拿掉了，他把这个白棋啊严密的封在里面，仅仅入了这一个头。那么这些白棋呢，对以后的作战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了，而这些黑子呢，对以后的作战会发挥作用，也就是说他有外势。那么这里也就是说，黑棋能形成这样的外势，他主要贯彻了一个宗旨，把白棋封起来，你要拿我的地，我就把你封起来。假如是我刚才说了，假如这样下呢，这就下法很矛盾，脚给人家拿走了，头又给人家抬出来，那么这两个子因为有这个断点很严重，那么也对全局啊也形成不了什么气候，没什么大的后事啊。所以定式里面把人家从头就是下棋，我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黑棋从这一招开始就是准备把白棋封起来，最后也走成把白棋封起来。那么这种目的一致的思想方，这个也很连贯的，那么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下法。那么黑棋呢，假如走这个连扳，那是更厉害的，把白棋封起来。假如白棋不干的话，反击把这个黑子杀掉，那么黑棋呢作为回报，你抢掉我的角怎么样，现在还给我。那么现在黑棋又拿回角，白棋当然走了这四个，这块棋不能说肯定安定了，但是至少这有一个眼，做第二眼应该说也很容易啊。那么这也是双方各有所得的一个下法。那么假如现在白棋这么屈服，那是不可以考虑的，这样呢跟刚才的比较，那刚才是这样，从D的角度来说白棋大了一点，另外我说这个头怎么样还没有全部封住，
假如黑棋要把它全部封住，至少还要再花一手棋。那么这个子作用虽然不大，毕竟还有点作用。现在这样了，就是黑棋根本没花棋，把白棋全部连二路都封住了。那么也可以说，黑棋怎么样，几乎赚了白赚了一手棋。啊，所以这样呢，黑棋这么来封白棋，白棋借是完全不可考虑。那么现在呢，一个是走这个，我说了，现在黑棋走这个，白棋提掉。那么现在黑棋走这个，那么白棋现在有两种下法，第一是借，第二是提。那么应该走哪一个呢？假如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呢，这是绝对是提掉的，不能再走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给打了一下，你粘起来，这两个子，这两个白子本来就可以说连住了。现在黑棋走这个，白棋再把这个连起来，最后的结果呢，是一个角又还掉了。那么也就是刚才说我们说这样的下法双方都可以接受的，现在黑棋走这个，那白棋绝对是虎上去的，没有这个接的道理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黑棋打一个，白棋假如走这个，那是明显的吃亏，一定走这个。再打一个，那么原来呢的下法呢，黑棋是白棋是粘的，这步棋什么意思？继续把白棋围起来，不给他出头。那么这样呢，或许这个黑棋这个士啊，比刚才还要厚，所以后来呢下法就改变了，还是投出来，宁可给你杀这个，我再补这个，这个你不敢断啊。那么这样呢，虽然棋是压低了，但至少一个头出去了啊。那么这样啊，双方在这的争夺什么叫做出头跟封头。这心白棋挂角，黑棋三间夹，这两面夹，黑棋这步棋压，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避免这个子给封头。白棋搬，这步棋还是出头，那么这个棋是保持自己的联络，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出头。假如这给断掉了，那么也就出头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么现在这步什么呢？双方根据地，你看这步棋假如给黑棋挡上，黑棋围了这个地，应该说黑棋安定了，所以这步棋是非常大的一步棋。可是白棋占了这个好点，黑棋下步这也是好点，这什么作用？把白棋怎么样封起来啊？你要根据地，我就把你封起来。所以定式里面下棋啊，就是我们看这些棋，出头封头，联络切断，根据地，这个三点就结合在一起，每一个子至少要有一个作用啊。我们刚才说走这个，一个是联络，第二是出头，这两步棋呢是封头，这一步呢是双方根据地啊。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一讲，讲布局，讲到出头封头根据地是重要的，在具体的棋子跟棋子接触，直接的这个接触作战，也就定是吧，脚上的战斗吧。其实它每一步棋的作用还是离不了这一点。为什么说离不了这一点呢？我们在
以前曾经提到其的强弱问题，其强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你的出头广不广，你的根据地是不足够，就是你的眼位是不足够，你的联络是不是牢靠。那么这几点因素呢，影响这块棋的强跟弱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战斗的时候呢，总是怎样加强自己，怎样削弱对方。那么可以说，水平比较低的棋手呢，他没有这么考虑，叫拼了命杀棋，根本没考虑怎样把自己薄弱的棋一步一步的加强，把对方的薄弱的棋一步一步的削弱，最后杀死对方。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三四方面的争夺，就是联络切断的争夺，出头风头的争夺，根据地的争夺，当然还有就是眼形的争夺。那么所谓眼形的争夺呢，就是比较考虑到中腹的那个根据地，就中腹哪一下我这个有根据地了，有眼位了，那也比较安定了。那么也可以说根据地跟眼位有直接关系，中腹的重要的着点往往也跟你的眼有关系啊。我们在定式的战斗，我们再举几个例子。好，现在下成这样，轮到黑棋走。那么黑棋假如有比较多的知识，认为这么打一个，白棋接一个，那么应该说这两个准备死，实际上已经死掉了。那么你打一个，你走了这个，迫使白棋走这个，本来两个子已经连住的棋再去连一个，那么这两步棋对黑棋是很有利的。那么再这样打一个，白棋这能查，再打一个，这两步棋假如有人问你下这两步的作用是什么，你说我想杀这两个白棋的话，那么这个回答呢是不及格的。那你知道你杀不死白棋，只有白棋杀死黑棋。那么这两个子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就把这个子跟这个子的联络断掉，同时呢做到把黑白棋这个出头怎么样也封住了。他现在提掉这步什么棋呢？自己不断。那么白棋活了一个小小的角，黑棋外面全连住，基本上把白棋封起来，而且这个子怎么样，很孤单的一个可以说不起切断作用的废子。尽管黑棋死了两个，但这个结果黑棋是非常有利的。那么这么好的事情往往在不懂这些知识的人手里呢，感到这两个字死掉很不甘心，所以呢要完全分担。这一打白棋太高兴了，就把本来这两个字连不住的词怎么样帮他连住了，而黑棋仅仅怎么样多了一口气，还继续走这个。黑棋再走这个，白棋尝一个，黑棋走这个，可以说死掉了。那么白棋这一拐是先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白棋再一立，黑棋对杀不行的，所以他还得补一个，再往外面这一加。这现在黑棋活了小小的，给白棋全部封走，外面两个很重要的子给白棋杀死了。那么这呢就是我们初学的人呢，他不懂出头风头之重要，他只知道杀棋是重要，所以呢自己棋被人要被人杀很痛苦，
所以千方百计的要杀别人，最后的反而吃了大亏，给人家封住了啊。所以出头跟封头把对方严密的封起来，哪怕给对方十亩地甚至20亩地，你都是便宜的，就看你封的结实不结实，封的有没有断点。假如没有断点的两面都封住，我想脚上送掉30亩起也是不吃亏的。黑棋走心，白棋一肩高挂，黑棋当官印，白棋脱。那么现在黑棋这步棋是什么呢？就有关双方根据了。因为给白棋走到这个怎么样，那么这个角整个归白棋，这两黑棋就没有根据地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假如黑棋就突先走这个，那就很荒唐了啊。所以这个是两个角的争夺。那么现在呢，白棋走这个什么呢，是自己连起来，同时也下面围一点地。下面黑棋这步棋很多人忽略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双方根据地的棋。有了这一步，控制这点地方，黑棋是安定了，白棋呢哪怕再走一个也不能说是完全安定了。而很多人都认为这样是很大的，可是给白棋这一扳，一个角去掉了，而且白棋怎么样也得到安定了。像这样的棋给人家一扳没法连扳的，而你这个棋立下去，从现实的利益来讲，25亩也不会说是估计更太高，而且还影响两块棋的安定不安定。所以这不是事小实大，是看上去也大实际上也大。可是呢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。那么现在白棋走这个也好，走这个也好，是这儿稍微控制一点地，也说也是一个安定的措施吧啊。那么这儿的所有的争夺都是根据地的争夺，从这一开始，这个退出去，这个走，这个，所有的桌子的目的都是建立根据地。我们懂得了以上讲的各点以后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四个角啊，都这个互相接触，也可以说定时的战斗吧。那么这个都是黑棋走，黑棋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先看这个角，黑棋应该走这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个首先连起来，同时也保证了这个跟这个连起来。假如走这个连，给白棋这么一打，这个不能藏了，这个藏这个死了。那么你假如接给他一把，那么这个白棋怎么样，一下得到加强，这个出头也给封住了，所以这样呢白棋就不敢打你了啊，只能这样打。那么你再接他，这还有个断点。那么这两步棋什么呢，就是保持自己的联络，而且呢也保持自己下面的已经围到的地。这个角现在黑棋走这步是很重要的啊，这个呢是这步棋跟这个怎么样，两个跟两个连起来，不要给冲断，而且也围了角。所以这步棋的作用什么样，是又是联络又是围根据地。那么现在白棋假如封黑棋的头，那黑棋必然断掉半截，那么这样这还有个断点，这个白棋很难下。假如白棋走这个连，那么黑棋一定要走这个出头。
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根据地连，这是出头，这是连。假如你不给我出头，我就不给你连。啊，所以每一招，他看看，好像定式那么多，我怎么记啊？实际上，你只要懂基本的下法，每一招要达到什么目的，那么你会在各种各样情况下，用你学到的基本的那些常识去处理，至少不会犯很大的错误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现在黑棋走，是吧？黑棋现在不管怎么着冲出去，把它断掉，这是最厉害的。这还有双打，这还有打，这应该说是黑棋怎么样比较有利的下法。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，走这个也是不错的，是吧？也很大。可是呢，给白棋这么一接，这头出不来了，这个头怎么样也出不来了。现在走这个是更坏了，给白棋连扳，把黑棋结结实实封起来。那么这样黑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，给人家封起来了。刚才这个一冲断，白棋假如走这个，那这两个杀死，这个脚太大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冲断很厉害。那么这个呢更简单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应该说白棋走这个也是封头，走这个也是封头，那么黑棋给他封什么头呢？那不管怎么说应该走这个，因为他封这个头啊，可以说是后手。封这个头呢，应该是先手，因为这个断点太厉害了啊，所以这两个出哪一个头呢？应该出这个更好一点啊。那假如再有机会给我出这个头，那白棋上面三个子几乎要没有作用了啊啊！所以我们假如碰到各种各样形状的时候，棋子碰在一起，你用什么方法指导你继续下去呢？那么有些人呢就背了很多定式啊，你下正招我也下正招，你怎么来我怎么去，背得滚瓜烂熟。但是一旦碰到对方胡下一个，哎呀，这个定式书里可没有的，他就什么也不懂，变成不会下棋了。因为他呢就学个基本的，学个样子，不懂每招棋要起什么作用。那我们现在反过来，先学每招棋应该起到什么作用，那么碰到各种各样情况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来指导你怎么处理各种各样情况。